Hello， 各位，我又出来看房了。今天，但我今天来不及化妆，所以请忽略我的眼睛。但是好像提早了一点点，所以我想说来这里买杯咖啡啦。哦，今天在的这个位置，第一间要看的是上东，然后还蛮酷的，就是它坪数蛮大，可是它售价并没有那么高。所以就是还蛮划算的，但是它是在一个一楼，所以你知道，想说去看看实体长什么样子。但我觉得它今天这么太阳这么大，但它没有什么阳光。主卧真的很大，这是主卧，主卧超大的，而且它的天花板非常高。OK， 总结刚刚那一户，我跟你讲，我真的很惊讶。我最看了这么多间房子，我第一次就是跟这么多人一起看。刚刚大概有 maybe 快十个人吧，就是可能一个买家配一个 agent， 可是我 agent 今天没有陪我来。反正就是很多人很喜欢这个 deal， 应该是因为空间非常大，然后就是它的价钱就是算非常便宜，就是 CP 值很高。但总体而言还是偏旧的apartment， 然后又是在一楼，然后因为它刚好后面，它是对后面，然后后面有一栋房子，所以阳光不太容易进来，但是也不至于到很暗吧。然后它的后院很大，这一点非常吸引人，因为就是可以种一些花花草草什么的。然后空间真的很大，有两个 bedroom， 两个卫浴，非常的大，很厉害哦。还有它没有室内的洗烘，但是可以自己装。地点方面呢，离地铁站不是非常近，但走路五分钟可以到，然后走出来就是有公车站，然后就是很安静，然后学区也很好的一个区域，地点很不错啦。没有什么挑剔的耶，以这个价钱买到两房真的蛮划算，但是应该很多人抢，所以再看看咯，我可能回去跟我的 agent 讨论一下。这个蛮适合就是一整个家庭一起住，对我来讲有点太大了。没错，大家，我现在要回到最熟悉的 SOHO 区，要看第二个房子。
然后这个房子还蛮罕见的，因为它就是在 SOHO 的非常中心的位置，然后是一个那种没有电梯的大楼，就是蛮少见的。当然开价一定很贵，因为这里就是最热闹的区，但想说反正看房又不用钱，就去看一下。So this backyard is a common area? Well, common area and exclusively for this building. I see. Cool. So it's 10 years. Four heights. Yeah, we have different apartments on the first floor. Yeah. You can see it again, it's super clean, well maintained. Yeah. And then there is some repainting, retouching to do. Yes. On extra dresser, you have two side tables for the kid size would fit, and yeah, you have a couple of. Wow, venting out. Again, it's not great, and it's super quiet from the apartment. Since 2014,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 broker 是法国人，然后这一间的 owner 也是法国人，所以整个 apartment 给我有一种巴黎感，就是他要穿过一个 hallway 然后到 backyard。OK， 我们现在要马不停蹄再赶到最后一个房子了，我们坐地铁坐个几站就到了。现在来到的这一区是 NYU 附近的 Astor Place。
刚刚那个 apartment 真的太吵了，而且以我对纽约还有这一区的了解，这一区超常有 construction， 然后那个 apartment 就是 facing the street， 所以就是非常非常的吵啊。虽然它是很稀有的 loft 户型，但是因为这一点我也是完全不考虑。但 location 来讲，刚刚那个 location 真的超级无敌好，就是离地铁站大概一分钟，然后旁边又有 H Mart 超市什么，超方便的。